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一节，七日的头一日，天光的时阵，遐个妇人人带所预备的香料来到门前，看到石头已经对望门裂开，因就入去，总是无看到主耶稣的尸体。拄在张肚的时，忽然有两个人徛伫身边，伊就讲呐呐，妇人人惊吓，将面拍落涂骹。迄两个人就对因讲：是安怎？伫死人中找活人啊？伊无伫遮，已经过活。就记得伊要伫家里的时阵，有怎样甲恁讲？金主的确到交伫罪人的手，钉伫十字架顶。第三日过活，八十，因就记得耶稣的话来，就对望遐倒去，将这一切事报告予十一个使徒，甲其他的人知。遐报告的使徒，就是抹大粒的玛利亚，甲约安娜，甲雅各的老母玛利亚，也有甲因做伴的妇人人。十一节，因这话，使徒看作是无影，就唔相信。彼得起来，走到墓前，阿路去看，只有看到幼麻布尔丁，就倒去，心内奇怪所见的事。十三节，上迄日，门徒中间有两个人起一个争头，这个争头名叫伊玛忤书，离耶路撒冷大约有二十五里，因三角谈论所拄到这一切的事。拄谈论三门的时阵，耶稣本身近我因，甲因做伙行，只是因的目睭迷糊，未认得伊。耶稣对因讲：恁行路的时，三角谈论的是虾米事啊？因就徛伫面带着愁容。两个人中间有一个人名叫吉留巴，因讲：你伫耶路撒冷是做人客，也毋知即几日伫遐所发生的事吗？十九节，耶稣讲：虾米事啊？因讲：就是那撒勒人耶稣的事。伊是一个先知人，伫神甲众百姓面前讲话行事，拢有关联。这是长甲咱的官府，竟然将伊押去定死罪。定伫是未过定，但阮兵所所盼望要赎回以色列民的，就是伊。毋那安尼，搁即个事成就，现在已经三日啦。二日前，搁阮中间有几个妇人人，互阮真戆影，因清早到墓遐，无看起伊的尸体，就倒来甲阮讲，有看到天使出现。讲伊阁活啦，阁有阮几类人去望遐，所拄到的，拄只妇人人所讲的，总是无看起伊。第五节，耶稣对因讲：无知的人啊，先知所讲一切的话，恁的心怎样遐恶心啊？基督安尼受害，阁入伊的荣耀，敢是应该的吗？就对摩西甲众先知去，囡仔圣经中所指着家己的话，拢甲因讲解明白。第八节，要近因所去的尽头，耶稣亲像要行较远，因却强留伊讲：时已经暗，日头已经要落啦，请你甲阮住地。耶稣就入去，要甲因住。到这道的时阵，耶稣提饼来祝谢，掰开来给因，因的目睭开，这正认出伊来。忽然无看到耶稣啦。三十二节，因三角讲，伫路里伊甲咱讲话，甲咱开听圣经的时阵，咱的心敢毋是火热的吗？
因就随时起身倒去耶路撒冷，拄到十一个门徒，甲因同地的一人，聚集伫一所在地讲，主高言高话，已经出现予西门看到。两个人就将罗尼所拄到甲被病时阵，怎样予因认出来的事，拢讲起一遍。三十六节，拄讲这个话时阵，耶稣亲自徛伫因中间讲：“愿恁平安。”因却戆眼，搁惊，掠做所看到的是魂。耶稣讲：“恁是安怎求还？是安怎心内起焦急啊？”三十九节，恁看我的手、我的脚，就知实在是我啦。摸我看，魂无骨无肉，恁看我是有的。讲这个话，就将手甲脚互因看，因欢喜甲，阁唔敢相信，阁得奇怪。耶稣就讲：“恁伫遮有啥物通食的无？”因就互伊一片小鱼，伊接来，当因的面前食。四十四节。耶稣对因讲：“这就是我以前甲恁伫地的时所对恁讲的话，讲摩西律法、先知的册、甲诗篇所记的，既然指着我的话，拢的确都应验。”耶稣就开因的心窍，互因会明白圣经，佮对因讲：“照圣经所记的。”基督的受害，第三日对死人中过活，个人要奉伊的名，凡悔改下罪道理，对耶路撒冷去，传到万邦。恁就是这代志的见证。我要将我爸所应允的降伫恁的身躯，恁就伫城内谈好，伫等到恁领受对顶面落来的能力。过十节。耶稣带因到伯大尼的对面，就举起手，给因祝福。拄祝福的时阵，伊就离开因，就接到天顶去。因就敬拜伊，大大欢喜，倒去耶路撒冷，常常伫殿内俄罗斯。